家应该都是要去看樱花的，但是今天天气很好。对耶，今天最后一天呢。对，它入场票也才300块，超便宜。Go。超美的，富士山好大哦。好近哦。走，有点期待。走路25分钟，搭车10分钟，边走到这边，然后再搭车过去。是有菜花吧？对啊，有菜花。Go。今天来到新松田站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跟我朋友要去松田山。看起来今天富士山应该是有漏，就是没有被挡住的，有点期待。在随便的小巷里都可以看到富士山耶，漂亮。松田山的前面有接驳车在等，还蛮多人的，不知道多久一台车，去看一下。结果下特鲁巴士要等几分？15分钟，决定自己走比较快。左边有富士山，还有一只可爱的狗狗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了。耶、yeah, ，家这边写樱花满开。はい、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。はい、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。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。はい、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。はい、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。はい、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。跟那个哎、欸，油菜花跟富士山的，这个应该是那个上面那边。那我们先去后面看一下，哦，太阳光洒下来，感觉很漂亮。
过一个像小森林的地方去，另外一个地方看樱花，希望可以拍到好的照片。哇，我们大概持续了10分钟以上的上坡吧，然后下剩下2分钟，他说有美景在等着我们，那我去看看到底多美，我快累死了。而且坡度很陡哎，到底是我不知道有爬那么多坡，我还穿有跟的靴子。我们现在又到了那个叫做 Agudi Park 的地方，听说这边有超美绝景。Go！富士山被挡住了，大家要记得，如果要来看富士山啊，真的建议一定要白天早上的时候，就是上午之前来，上午的时候来会比较好，不然就很容易看到富士山被挡住，就是像现在这样子。下午的富士山整个都是云被挡住了，一个是富士山。